易经刚刚在外面把东西收拾好了，进来了以后和我们浪浪乖乖，哎呀，玩一下，是不是啊，乖乖？哎呦，真乖！浪浪浪浪，我跟你说个笑话好吗？有一天，苍蝇宝宝，别动！苍蝇宝宝吃饭的时候问了苍蝇妈妈一个问题：妈妈妈妈，为什么我们老是吃屎呀？苍蝇妈妈很严厉地告诉了苍蝇宝宝：吃饭的时候别说那么恶心的事儿。弄了好久，终于是弄完了。现在是和月龙一起，和月龙一起那个玩一下吃鸡。月龙在这上面是个妹子，你看，嘿，小妞儿，嘿，小妞儿，别跑！看月龙长这样。哦，我们现在打的只剩六个人了。严格来说只有四个人了，快要吃鸡了。和月龙的配合天衣无缝。这边有个人，我刚刚看，就在海边啊，海边有个人。我给你点，我有六个。紧张啊！我靠，那个毒往海边耍了。325方向，石头那儿有一个人。哦，好紧张，快要吃鸡了，二打一。二打一了。看到了，在 N 方向那个小房子后边，nice， 吃鸡了，第一把就吃鸡，可以。把空调关了。越玩越冷，现在外边终于是变天了。对，外边终于是变天了，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天气啊，所以说就没有那么热了。我憋了这么久，外边终于下雨了，赶紧先把这个窗子关小一点。我和肉肘的鞋子还在外边呢，淋着，赶紧收一下鞋子。哎，太大了，赶紧关窗子。还说只下两滴就不下了，结果还是下大了。把窗子关了，然后和月龙坐在院子里边玩些游戏，玩电脑的他说太卡了，我们就换成手机的来打。啊，已经起风了，风沙来了。说是风沙黄色预警，我的天，发成暴风了。
感觉还夹杂着一点点雨啊。哇，这些鸟全部都被可能被惊吓到了。鸟，我的天，赶紧关窗子，我们已经彻底被风沙包围了。我的天，整个天全黄了，一点白的地方都没有了。肉哥和伊朗和玉龙在这边打游戏，我去点个菜。今天漠北哥来看我们，你刚刚拍了吗？没拍呢。漠北哥今天来看我们，还专门的带了当当当当。哎，我现在去搞点菜，点个菜啥的，弄上。哦，我刚刚把菜点好了，然后今天这个有点刮沙尘暴了。那个老板娘把那边的房子，就里面有一个大厅的房子给我们收拾一下，等会儿烧好饭了就叫我们，不能在外面吃了。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在这种沙暴的天气还下雨，这样的话相当于下到我们车上就是黄泥巴，全是泥。哇，你看我们这车全是泥，脏的呀。现在去吃饭，应该在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厨房的旁边吧。对，然后呢，这是中午没有吃完的菜，本来是我们点了菜和那个漠北哥吃了，但漠北哥呢，他说雨下大了，啊，家里边窗子没关，跑回家了，喊也喊不住，剩下链子了。对，我们那个菜都点了，关键是。好吧，我们四个人继续消化吧。来吧，那我们就吃吧。本来我们的还有点肉菜，准备拿过来的。啊，这四个菜也吃不完，加油吃吧。来一口。没有花生，馒头有。嗯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打完收工。外边依然还下着雨，雨还不小啊。还要打着伞走。哎，这个是对拉。哎，来吧，我和月龙一个伞，搭一个，搭一块。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我的遮阳棚漏了。遮阳棚漏了。让你找漏点，找吧，看吧。哇，跟我那是一样，就是我上面之前的。好，那我大概知道，我大概知道。可被淋的。哦，看看一顿转回来，这样更清楚一些吧。哇，哎呦！啊，雪龙姐，让我看一下这个。这个的话，我得爬上去看啊。估计是，应该是那个它专门有一个，就是防漏的一个贴，一个硅胶胶垫的一个贴。对，像一个胶垫一样的遮阳棚的。我们上面是这样的，我们的遮阳棚是这样的。它这个具体还不太清楚，应该是那个胶贴啊。是，就是有缝隙了，就会造成漏水。对，这个就有点尴尬了啊，就正好滴到这个门框这个位置。这要能补吗？就明天爬上去看看。对，今天下雨下太大了。哎呦，太冷了。我明天去看看。好，走。外面还在下着雨。房车生活的。听着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对吧？那我们只能是宅在房车里边。下雨了，是的。啊，肉肉在直播，是的，又下雨了，做视频去。